吉隆坡双威 SPK 白沙罗花园为了提高社区民众的环保意识，邀约慈济志工向居民协会委员宣导环保，希望能透过居民协会的力量鼓励大家共同守护社区环境。这个 SPK 社区的委员会呢，先来了解环保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之后如果大家允许的话，我们会对社区的居民开放，希望居民也可以更深入了解做环保的好处，希望能够发起整村的人注意这个 recycle 的重要性啊。这样我们如果是不断的教育，不断的重复去做，我相信终于一天环保的意识会传入这个每一间家里面。保护环境需要大家的身体力行，一直致力于创造可持续社区的金雾大花园日前举办环保展览，慈济水龙分会在场推广环保观念。甘木达兰他邀请我们来参与他们这一个这个展览会，借这个机会员工还有他们的参与的会众介绍我们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。I actually managed to see how Suchi Foundation is able to collect all these different recyclables and non-recyclables, and if one person does it and then 100 people do it, a million people do it.We decrease the amount of waste around us. 环保是每个人的责任，期许人人从小事做起，逐步改善环境，为下一代留下干净美丽的地球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谢爱芬、林启斌，马来西亚报道。好观念要从。